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桃园领航员 Pilot 2。掌声加尖叫声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新北国王 New Taipei Prince。曾文鼎，你不去打球，你在这边甩什么马尾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有必要刚刚那么漂亮的啦啦队后面接个曾文鼎吗？啊，不然我是漂亮宝贝钱维娟，钱姐啊，钱姐会开心吗？当然。那你到底来这里是？哎呀，大家都知道我们 T1 刚比完嘛，啊、我就来其他联盟收集一下情报，看看有哪一些球员还是啦啦队可以挖角过来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的目的不一样啦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这边就是法香区第一排嘛，我就是来这里啊，看法香的。嘿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哎、欸，这么。多年第一次有人为了看我的发香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不好意思，与其要闻你的发香，我还不如来录影，还可以赚点钱。哦，那还是来录影好了。欢迎收看《百变智多星》，一起动脑筋。我们最受欢迎的啦啦队 PK 赛的单元啊，对，你看这个单元哈，做了那么多次，没有一队是重复的。没错，你就知道台湾的啦啦队现在有多么的多，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。哎，但是其实啊，鼎哥讲得很对，对，已经陷入了啦啦队的战国时代啊，不像我当年中锋就我一个人啊，我在禁区里面随便。钱姐是中锋，不是啊，鼎哥，好，鼎哥哦，鼎哥，以前就是你跟哈校园在拼的，结果哈校。校友很早就痛风了，我就这一个称霸禁区大房东，太棒！但是我们这些啦啦队啊，拔得头筹要吸引人家的目光也不容易。对，而且两队风格啊，这个差异非常大。对，这边就是甜美可爱嘛，这边就是黑暗荣耀的学姐。对，好恐怖哎！刚刚他出来，我以为他是差点没拿那个电棒卷，有没有？要打卡下去了。那我们来欢迎他们来分享一下哈，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来吸引球迷呢？首先，超霸气皇后队欢迎。Amber， 小绿，何颖儿，来对面翱翔领航员新雪，陆威，蓉蓉，刚好
最近，因为 P-Link 总冠军赛是就是领航员，就是刚好就是他们两队在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刚刚是真推，他真推，真的在推就对了。我们接下来去球场，不止球员，拉拉队也会打成一片。是是是是是。那可是这边你们号称是美式拉拉队风格，美式有这么粗暴吗？对啊，美式应该号称全联盟舞蹈最强最整齐，应该是武功最强吧？因为我们是有比较 hip hop， 有比较，因为你看出来他们就是甜美可爱，性感。刚刚这是他们的舞，我们是现学现卖，所以表示他们的舞。我们看一眼就会，哎呀，很像啊，很像。而且小绿说他们这边成员一定要舞蹈底子才能参加，不像对面可能是幼稚园老师。而且小绿他们是跳不好直接淘汰，小绿好凶哦，真的吗？跳不好直接淘汰，就会被骂，会被队员骂还是队员？哈，他彼此会互相砥砺的，就怎么跳成这样，会检讨，然后罚钱。Amber 是直接出手的，你对，他还跳啦，而且我们是适配。因为有很多那个主题日的活动嘛，最近有什么活动吗？最近嘛，我们最近就是冠军赛，所以就是大家冠军赛一定要进场来看我们跑彩带。是。很像啊。什么女王周活动会准备特殊的表演？特殊表演啊！我们之前女王周活动的时候有准备很多，就是不同的表演，像是服装也会有一些特别，然后之前也有打鼓啊、饶舌啊，不管是抒情歌或是饶舌歌都有，非常有饶舌，我也现场可以来一段。我想说印象怎么样？现场有打鼓，有沙蛇哦，沙蛇有饶舌，有饶舌，还是一个领队。对面甜美风格啦，女王周我们有空姐，空姐，哎，号称全联盟辨识度最强，我们是全联盟辨识度最强，一看到我们这就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空姐的概念，因为我们的主场是一个航空城长，对，然后我们的球员就是飞行员，然后我们就是空姐，我们是空姐，那对于对面咖来手来，你的感觉是？没关系啊，我们是走漂亮路线的，我们就是球场上分胜负啦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空姐人家主题日有什么饶舌、打沙蛇、打鼓都来，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吗？我们有餐车服务，就直接真的送下去，就是你在飞机上会享有的服务，都有啊，真的。你要开飞机点餐，然后你要过去说你要喝哪一口味呢？真的，你的全贵姓？哎，那我看，你看真的有哎，对。毯子跟耳机吗？干什么？我们看个电影好不好？我们经常有送毛巾，对，冷的时候可以，冷的时候都可以穿出来，就不会着凉，很开心吗？对，那你们感觉整个队比较不像对面那么凶哦。学姐呢？学姐对你们怎么样？对，龙龙听说是学妹嘛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学姐对你什么？我就给我趴下，你好。哇，哎，也是很严格啦，哎，难怪刚刚 Amber 推他没感觉，习惯了。因为每天新璇都在推我啊。你还好吧？我也是学妹，入围比较大力，入围比较大力。哎，今天两队都很棒，真的要来比拼啦，除了球场上呢，在我们益智节目也要来拼一下。我们在这里先赢，然后剩下的呢，在球场上赢回来。今天获胜的队伍有机会可以得到10万元高级家电组哦。现在欢迎进入我们的资格赛。脑力对决变变变，拉拉队棉条每天使用，新北建议要去看医生。第一个提示它是物品，第二个提示它会膨胀，是三个字的吗？不是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对。那用在身上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用在身上。要每天用吗？每天用。你们应该每天要用吧？你们每天要用啦。卫生品，棉条。每天用，对啊，你这样要去看医生呢。两个喂。好，好，今天要考验大家的是百变名侦探啊，很简单，我们会出提示，有两个提示让你猜猜这是什么人事物。对，你们可以不断的发问，然后如果要回答的话，对，但是只有第一个回答的人才可以问，你后面如果想问可以告诉你，让你发言。那要答题的话，就帮我把板子举起来。好，好。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好，第一题呢，两个提示，第一个提示它是物品，第二个提示它会膨胀，也会收缩。物品它会膨胀，那你要答吗？气球。
你是打是不是？打气球也没限次数，没有。对，气球，不用举那么高。物品嘛哈，会膨胀收缩嘛，啊，就充气这样子嘛。恭喜答错。海绵有什么？菜瓜布海绵，菜瓜布海绵，菜瓜布还是海绵？海绵，多问一下啦。海绵会膨胀吸收嘛？海绵宝宝嘛？恭喜答错。是热胀冷缩吗？男生热胀，热胀冷缩。问题先问。算啦，因为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热胀冷缩。男生用的吗？男生用的，男生比较少用的。对，通常都是女生在操作。女生在用的，女生在用，男生在用的比较少啦。男生越来越多了，但真的比较少。是三个字的吗？不是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对，两个字，女生用，用在身上，用在身上。对啊，嗯，要每天用吗？每天用。你们应该每天要用吧？你们每天要用啊？男生，女生，你要不要先出去？不要再欺负学妹了。等一下，重点是学妹现在装，重点是那人家的学妹你用。卫生棉，我这是两个月，棉条。棉条，卫生棉条，会膨胀收缩。女生用两个字嘛，用在身上嘛。棉条每天用，对啊，你这样要去看医生呢。棉条，喂，我在滴滴答答三十天。恭喜答错，答错，哇，好难哦，跟。来，还有吗？那个东西吼是私人物品，不会跟人家共用。发卷，那哪会膨胀收缩？没有，不会膨胀收缩，学姐。用在腰以上吗？对，甚至是脖子以上，好不好？脖子以上。你看嘛，刚刚蓉蓉就乱猜，粉扑啊？为什么粉扑？就是很像海绵。哦，会收缩膨胀，女生用两个字嘛，脖子以上嘛，每天要用的嘛，你们每天不用像话吗？然后私人物品嘛，哈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粉扑，恭喜答对，粉扑是会热胀冷缩，如果它就是有的会加水啦，比较少。我刚刚想成什么美妆蛋，但都是我刚刚其实也是化妆棉，其实真的会用水是美妆蛋，其实美妆蛋就是粉扑，只是它是比较立体的。对，好，恭喜人霸气皇后这一分，换人抢答，来下一个顺位，来新璇跟。赢啊！哎呦，这样应该比较会玩了哈。啊，对的，不是 Amber， 比较压力不会那么大。不会那么大了哈。好，好，连后龙龙都要打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下一题请。好，这一题呢，两个提示。第一个提示，他是一名人物，就是反正就一个人呐。一个人。第二个，你其实不会常跟他聊天。不会常聊天。他是一个人，还不要跟他常聊天。对。职业吗？职业，不是职业，是人名。是也不是人名，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对，爷爷，你不跟你爷爷聊天？爷爷过世了，是爷爷过世了。爷爷，哇，这地狱梗哦。对，地狱梗。哎，恭喜答错。答错。那有血缘关系吗？有血缘关系？没有血缘关系。是没有卡通人物吗？不是，因为不可能是卡通人物。是真实人物吗？真的，一定有这个，每个人一定有这个人。还是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个人的存在。对，来，你要打吗？校长，真的，校长是一个人物，谁会跟他聊天？对啊，不可能嘛。对啊，谁会跟他聊天？而且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嘛？我跟校长有血缘关系，我每天还要去上课吗？对啊。对不对？那恭喜答错，几个字？不行，你要问两个，是两个字吗？还是三个字吗？那会一起逛街吗？会一起逛街，一起聊天吧。当时你们会一起逛街，曾经会一起逛街，曾经，前男友。一起聊天啊！现在不会聊天了。那有当时有逛过街吧？前男友是有这方面的经验。哎呦，分手以后啊，两个关系怎么样？就不太好。真的吗？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做了没有？是我自己提的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吗？劈腿？没有啦，小时候不懂事啊，乱提分手了。哦，真的？不是你劈腿？没有，在一起多久？在一起三年多。三年多？蛮
等于整个包装可能青春都给他这样，三年多还好，七年男生吗？七年男生吗？只有青春都给他吗？高中青春都给他。好了好了，是不是姓陈？姓陈吗？的嘛，陈。姓陈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在后面还是姓林。掌声欢迎。冷静，冷静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前男友。恭喜，答对。真的？真的？那下次还是我们，上次还是我们几个字啊？对啊，因为他那个小梁哥哥算好，前男友给你已经很接近了，对啊，因为他是前女友。啊啊！我以为他说他也是前男友。对，而且你看你的前男友，搞不好还可以活着来。对啊 ，Amber 的前男友好都这么高，活得很好，活得很好，他们很健康，他们七年半分手哎，哇，真的还假的？对，我确定分手的。你岂不止青春给了他吗？七年半哎，前乱讲乱讲，前年给他，对不对？前年给他，要聊一下前为什么给他？给他去放款。等一下，节目一下，我们是你们是计次收费是不是？计次收费。那为什么钱给他？因为我就是恋爱脑，所以我就是谈了恋爱。恋爱脑。那他们如果没有钱，我看不出来了。看不出来，他刚刚很狠嘞。哎，对啊，所以我前男友打他很狠嘞。他是不是像你？他是请他，因为我他前男友的现任女友都被他堵到了。对啊。他前男友的现任女友都没办法讲话，他都有下药。好，前任先恭喜一比一平手，来平手了，来，跟我们在战况一样哦。对，我们现在战况一比一，我已经换了。你是觉得他们都长得一样是不是？长相差很多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出题。然后他是在一个场合，那这个场合第二个提示，有人会致辞，好，两个字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场合会致辞啊，开心还难过的，都有，都有，真的都有，而且你们都经历过，对，你们都经历过。来来，他先打的，司令台，场合，场合，你那个叫场地，一个活动，一个活动，比如说录影现场也是场合啊，但你不会讲摄影，来，毕业典礼。啊，为什么？应该对，有是毕业典礼，应该对，有人会有开心，开心跟难过，开心有难过，有一些葬礼也会开心难过，你是不是？葬礼是会开心，就啊，大哥的未亡人，对，因为他拿到遗产，不行，他不能表现出来，不能生病啊，或者是那种喜丧啊，他虽然戴墨镜，但喜丧还是不会，嘴角一直在笑，觉得毕业典礼，对，好了，毕业典礼是吗？毕业典礼，恭喜，答对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回合领航员一分，皇后两分，恭喜皇后获胜。好，在下一个阶段呢，你们有优先答题权哦，一起进入百变大调查。啦啦队呢都是青春洋溢啦，对，虽然也有一些三四十岁的还在那边跳。哪里？来，谁？谁？哎，那你们学姐有学姐，你们队上年纪最大的是几岁？大概最大。你不要讲谁就好了，我们又不知道谁。有三字头的。我们队上最大22，太扯了吧？对啊，有三字头的了吧？对上最大的有三字头，22有吗？对啊，应该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一队还有四字头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说吴宇轩吗？喂，辛苦你说了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好，那因今天要问大家的，对，因为那个啦啦队都青春洋溢嘛，是，所以难免会有恋爱脑，会谈一点小感情。对，然后有时候爱到了人财两失都有可能。哦，所以这一题呢，就是要教你们怎么辨别啦。题目就是。感情变质的分手前兆是网络温度计帮我们做的调查，有8个名次，名次越前面分数越高，两边各有一次可以使用 double 卡的机会。对，那有没有？对，你们都知道7年呢？7年、啊，那7年这太不敏锐了吧？还不知道我们没有变心啊？对啊，不是你们有发现对方啊？对啊，他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感情变质。他们感情没有变质，就是因为都没有变，所以我才跟他分手。哦，太无聊了。没有没有，因为那个前男友没有对我很好。嗯，对。
对对对，因为很好，所以没有辫子是不是一开始就不好？对对，他是自始至终都一样。哦，对，然后还拖了七年，也没有大问题啊，也没有劈腿，没有什么，那还是朋友之间有没有聊到说，哎？哎，感觉他好像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啊，那可能就是分手的前兆。那应该是，对，什么？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觉得不开心，哦，不开心，就没有以前那么快乐。对，分手七年男友的原因，竟是令人害羞的原因。我也是前任七年，前任七年，也是七年，那你怎么去面对？他有去国王，他有七年，有察觉到为什么会分手吗？他是我提的，就是女生有也是有一些需求，我们就可能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，对对，就对不上，次数也变少，次数也变少。心璇，你到底要聊什么？对啊。朋友之间有没有聊到说，哎，哎，感觉他好像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啊，那可能就是分手的前兆。那应该是。他什么？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觉得不开心，哦，不开心，就没有以前那么快乐。对，第一次沟通的时候都没那么快乐，没有那个粉红泡泡了。哦，不像以前你都会对我很好，你都还来接送我，现在都叫我自己坐捷运回家。对啊，以前你都会陪我聊天，现在都直接睡着，睡觉了。对，是相处不快乐。哎，要使用大波卡吗？对对对，要。哦，觉得感觉变了，相处起来已经不快乐了。绝对是，他有使用 double 卡，哦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一名，相处很累，两个人在一起一定就是要包容跟付出，可是你心里如果你已经不爱一个人，你对他包容你是会很累的。对，当你慢慢觉得说，哎，跟他在一起好像没那么快乐，没有那么期待看到他，那就觉得你们两个人淡了，不一定是没有那么期待看到他，反而期待看到他。哎，你看到我有钱赚了。哦，对，那蛮开心的。那恭喜你们50分，100分。哦，这样就拿下一分，怎么办呢？你们也有分手？一定有啦。分手就难过，还要落后。原本就想讲那个被抢走了。没关系，还有第二名啊。一定还有。我觉得有一个蛮致命伤的。对对。是那种距离的问题，距离，远距离，远距离恋爱，真的，因为有些人是很希望多一份。还好蛮好，就是距离变远距离，可是其实也有人远距离是可以维持得很好的。对，那远距离很远，因为你有时候每天打电话也不是办法，想见面，可是没办法，一个住三重，一个住泸州，真的好远，哪有可以确定的？确定吗？很近呢，很近是吧？所以有些朋友的距是那种住北部、住南部，然后甚至有国外的。哦，远距离会造成你们就是比较少，就如果想要立刻有一个安慰或拥抱的时候是没办法的。比如说今天下大雨，如果他能来接我该有多好。对，然后很少相处，都不能这样，真的很需要人家拥抱。而且他只是他只是传讯息跟你说多喝水，对，多喝水，人家以为他在自愈。对，真的是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你们的答案是很少相处，很少相处啦，啊，就远距离恋爱。哦，看这个答案，等一下。要 double 卡吗？要，我觉得一定会要用 double 卡。好，那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好，第四名，第四名，还是有，没有在互动嘛？对，还是有分数，再加油一下吧。好，不要被他们吓到。20变40分。你看他 double 卡用了，太大声，哎，他才加40分，我这边加了100分，所以这运气问题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还有什么答案？对啊，不会沟通，对啊，不会沟通，开始拒绝沟通，拒绝沟通了，语言不，本来以前还会斗斗嘴、吵架的，现在连架也不想吵了，所以你想怎么样？好啊，对不起嘛，就我错啊，哇，渣男语录。就是怎样啊？就都我错啊！因为七年半的就是这样，我七年半的男人还会跟我说，衰雷神经病哦。哇，还怪你神经病？他怎么知道你神经病？他很凶。喂，重点在这吗？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沟通，不沟通，对，开始拒绝沟通，很难沟通，对啊，连讲都懒得跟你讲，没有意义了嘛？对啊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有。恭喜第三名不沟通，只能给他们的分数。哎，他
们四十分，我们用四十分。恭喜140分，140分啊！哎，那我们大不落后哎。领航员应该差不多要回去了。加精神，一百分呢？没有啦，一下就回来了。那你就想，你当初为什么会分手？你提的，你为什么提？就是小朋友无聊，就为那种有小朋友了。我是说，我们年轻不懂事，年纪小。那你那时候有在上班吗？没有，就是学生时期。因为甚至连现在你问我分手理由都忘记了，因为就是小事情。对，真的。对。那他现在看到你。就是变拉，对啊，飞黄腾达，他有没有想试图要跟你联络？复合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联络了。哦，那你有听同学讲说，哎，他现在在干嘛？有没有说你现在偶尔遇到就是共同朋友会问一下，说，哎，那他最近在干嘛？还是想问哦，就想了解一下，关心一下。那他最近在干嘛？就是正常的上班族。所以你没有没有特别那个高中什么毕业到现在，你还没有第二任吗？还在观望，观望中啦。那前一次有吓到，对啦，吓到。我吗？我也是前任七年，你是七年，那你怎么去面对？他有去国王，他有七年，有察觉到为什么会分手吗？还是我提的？对啊，那为什么要？因为我就觉得现在跳啦啦队，然后就是工作变多，然后比较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情绪，或者是他可能有事情想跟我分享，我们就没有共同话题。嗯，对，觉得是变忙吗？对，就变太忙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女生也是有一些需求，我们就可能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，对对，就对不上。陆威，你到底想聊什么？那个可以先不用，后面大字把我拉掉，就讲这个就好。等一下，分手他没有，他没有讲时间对不上，他只说他说他有需求，他对方就说 no， 因为他讲他有需求对不上有两个点，第一个是时间对不上，对，第二个是。器具对不上，对，就是器具没有器具，阿祖不合，阿祖啊，兴趣不合，对，因为要是这个兴趣不合，可是不可能兴趣不合还搞七年，怎么可能？纯纯的爱啊，纯纯的爱啊，对啊，所以那你现在是你的答案是彼此工作太忙，还是你的答案是兴趣不合？不合可能次数也变少，次数也变少，心雪你到底要聊什么？统计，老婆，这都是他们要聊的哦。我们没有引导哦。那个老师下音乐是再给我两分钟。他刚说再给我两分钟，他是非常的电影什么的。好了，那答案是，我觉得那个时间变，那个次数变少，应该也是可能会造成分手的原因。次数变少，对。我们前面聊成这样，聊工作，聊手机，最后给我答案是次数到四十分吗？哎，我们现在压力很大，现在压力很需要，你不知道。到底是有多需要？我觉得他们私底下也是一下啦。他们工作是领航员，然后在私底下也是领航员。他们都是听朋友说呀，朋友说，自己都不太知道。朋友说很需要，对。所以是什么答案？次数变少，次数变少，见面啊，或者是我想蒙拉远。好，次数变少，对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有可能吧，有啊，有啊，重要，有啊，很重要，对，这个是超级大，压力太大，对，很需要运动，我们需要一些书籍，龙龙也觉得很重要，我觉得需要一些书籍，嗯哼，对，需要一些前面的书籍，你去超商就有了，你在夜配是不是？疏解啦，疏解哦，没有了。其实有时候那个行为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嘛。可是其实你们两个要准备又有前戏又干嘛？对啊，虽然还要聊着。不是我说，虽然没什么聊天，可是通过这个行为，你会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还是好的。就是我想拍一杯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个连结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因为心中只有彼此。因为有一些交流。对，好，80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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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他们看起来这么甜美，我第一次主持到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，还要对老婆喊话。来来来来，黑暗荣耀的学姐还有什么答案？因为我们答案很多，我们在思考要先讲。哦、对，不要太大声，因为怕对面会拿去用。觉得是开始喜欢打扮，在意外表要吸引别人。对，开始骑驴找。本来内裤已经浪到，就说可以掉在地上了。对，突然又换子弹型的。你是不是有亲身经历？你知道吗？子弹型是什么？整个不一样。子弹型就很简单的，好像讲男生的，好像一样。我想说女生的，不然呢？还有什么子弹？我觉得阿妈内裤变成丁字裤。对啊，突然整个然后会打扮，来喷香水什么的。女生也会啊，女生平常不化妆，突然开始化妆打扮。哎，我跟朋友去吃饭，干嘛化那么漂亮？对啊，干嘛穿那么露，这样子出去？对啊，突然开始了打扮了，在意外表，注意服装仪容了，要吸引别人。嘿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七名，9.1%开始在意外表。可能是喜欢上别人，或者是想要出去吸引别人。好，你们这边是170分，恭喜。那还要玩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三位那个次数很少的朋友，是这样的，你要问一下，你拉了80分嘛，那我这边70分再加给你，你才150啊，你还是都给你，那三分都给你，70分都给你，你还是输了。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讲一个，看有没有其他三个有没有中，有吗？你刚刚想讲的，有改想到，譬如有，我觉得就是对方若不带你去。他的聚会没有融合感，对啊，其实没有融合感。那个朋友的聚会都不带你去，对，他不让你进入他的生活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想要渐渐让你飞out在他的生活圈。其实这个也是榜上有名的，可以供大家参考。第六名是？对，聚会不邀你，因为就是不想让你跟嘛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第五名就是开始抱怨对方。不止可能抱怨你当事人，或者是跟朋友抱怨你，这也是有可能，因为代表他心里对你的不喜欢已经渐渐的萌芽了。那第八名就是容易吵架。哦，当然这些很多都是连贯性的嘛，开始没有办法包容你以后就容易吵架。但有一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他的心态是他想分手，但是他不想当坏人，所以他先跟你吵架，处理他跟你吵架，你们两个有纠纷以后，他就会说不然分手，不然就这样，或者说自己提分手，就说因为我现在工作变多了，我还要跳啦啦队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共同成长了。对，然后就说因为，然后对方就说不然我次数再多一点可以吗？然后我再考虑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这个百变大调查呢，领航员这边是80分，是我们接下来的 B 组，超霸气皇后170分，成为终局之战的 A 组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百变终局之战。Amber 答题超级有霸气，连关注他都敢呛下。职篮球星林书豪、林书伟兄弟身高谁比较高呢？林书豪，正确。篮筐底下的梯形区域一般称为什么？冲上去。冲撞区、禁区，正确。篮下禁区。职篮球队新北国王的主场是哪一个体育馆？新庄体育馆。正确，没答错。他刚才呛关主，好险你有答对，新庄体育馆。他还有时间跟关主对话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奖品价值10万元家电大奖都是真的在送的啦。对，之前有一些不该拿到的人，他们都已经拿回家使用了，也是用得很开心，用得很开心啦。那到底奖品有哪些内容呢？今天获胜可以得到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，目标还有钢板变频3层冰箱，以及50寸4K液晶显示器，总价值超过10万元。想不想要？家里是有很缺家电吗？很缺。家有台电视，还可以跟男朋友一起看。对，也缺男朋友。对，但是要先问过对面的哥哥姐姐啊。是。首先我们这边呢是国家高考营养师方慈生营养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接下来是我们一电视当家主播廖世翔主播。大家好。对，这两位都很厉害，待会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杀伤力有多强了。是，但是呢，因为怕你们会紧张啦，那我们有准备技能牌3选1给你。首先关键10秒呢，待会官方的15题暂停之后，你可以使用它，看你是要帮你自己加10秒呢，还是扣关主10秒。
接下来第二个是火力加一，我们都希望有队员的支援，所以你现在是一打二嘛？对。如果有火力加一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队员上来跟你一起二打二的回答。嗯，对。但是有的队员可能也不是很可靠。没关系，就是三个诸葛亮胜过一个诸葛亮。是。再来是关主连打，因为我们的比赛宗旨就是先归零的就输了。关主连打，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，使用它的时候会帮你暂停时间。到他们这边要答对两题，时间才转回来给你答，好不好？啊，一来一回浪费十几秒啦，哦。嗯，那最想抽到哪一张？你想要哪一张？一二吧，一二都可以。关键十秒，关键十秒嘛，对不对？或是火力加一。好，想抽哪一张？你先点下来，先点它，点它就好。不要碰哦。好，这张是吧？好，看看大家的反应，你就知道大家希不希望你选这张。你可以坚持一下。哦，哎呀。老实的人，当然坚持就是选择的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说这个好。好，那你先看其他两个。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火力加一啦。好，哎，那火力加一，你要选择的队员是？你要赢了吗？那你牌子帮我放前面。哦哦。好，因为他们会按铃，我们会看谁回答。可是你们两个人，我只以一个人的声音为主打。那你们主答是要 Amber 吗？好，那待会呢，即便赢了，只要答案要从 Amber 口中说出才对。对对对，你就这样告诉我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宾先答哦。紧张，太快。哦 ，Amber 你先答哦。哎，他是全程都在，全程都在，对对对。紧张，或者你也可以把他推开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对对，这个。老师，请出题。在台湾篮坛有漂亮宝贝之称的是哪一个球员呢？前卫间，球员哦。NBA 球赛使用的篮球通常是由哪一种皮制成的呢？牛皮。正确。职篮球星林书豪、林书伟兄弟身高谁比较高呢？林书豪。正确。篮球比赛当中，掌握球权的一方要几秒带过半场？八秒。正确。篮筐底下的梯形区域一般称为什么？冲撞区。禁区。禁区。正确。篮下禁区。职篮球队新北国王的主场是哪一个体育馆？新庄体育馆。还好你没答错。《鬼灭之刃》的主角炭治郎有几个妹妹？三，哎，四个，没有。下一题。时尚圈盛事 Met Gala 是由哪一个博物馆主办的 ？Pass。下一题。浪漫的关山日落景点位于哪一个县市呢？南投。下一题。迪士尼的乐佩公主是哪一部电影的主角？魔法奇缘。正确。常喝的东方美人茶是红茶还是乌龙茶呢？乌龙茶。正确。有千岛之国之称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印尼。正确。拥有弹劾权的是哪一个政府院会？监察院。正确。柬埔寨的吴哥窟最早是哪一个宗教的建筑？基督教。正确。台湾银行是台湾哪一个时期时成立的？日据时代。正确。时间暂停。哇哇，好强哦！刚刚中间浪了几题，就是停了几题啊。他刚才呛关主，好险你有答对。新疆体育馆，他只有两个妹妹，他还有时间跟关主对面是弟弟，我们是弟弟，对妹妹，不要打来打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哪些题目没有答对。第一个是那个《鬼灭之刃》，炭治郎有到底有几个妹妹？他两个妹妹。因为他们家总共生六个嘛，炭治郎是最大，所以下面是五个，三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妹妹就是祢豆子跟花子。博物馆太难。对，那个时尚圈盛事呢 ，Met Gala， 它就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因为它 Met 嘛 ，MET 就是纽约大都会队的队徽 ，MET。那 Met Gala 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是时尚圈的奥斯卡，嗯，就是很多名媛呐、啊，还有一些政商界的企业家，很多有钱人都会出席在那个场合。他每次还有 dress code， 然后每个人呢就极尽所能的打扮，是基本上进去一张的门票大概是要90万台币，然后你如果在里面还有包厢，那包厢是要200多万台币。哦，那我们我看转播就好。对对对，那其实那个好像也没有转播，那个其实就是设计师啊，或者是有人有票他邀请你啦，是，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进去里面打卡，哇，人家就觉得你不一样，身份地位不一样，想要进去里面认识有钱人啊，对，浪漫的关山落日景点在哪一个县市？关山嘛，所以就是在屏东县，在屏东的恒春，恒春八景之一就是我们的关山落日，而且还是 CNN 评选的。对，没错。你们要换人吗？我要换人，还是可以保持两个人。
就是说看你们要怎么搭配，说 Amber 配小绿，或者是小绿配银哥，或者是还是说小绿千万不要上场。你们的也要换吗？不用，不换，不换，那继续咯。小绿 OK 哦，对对对，小绿 OK 哦，我怕他回去又难过。小绿不会，又想打电话去新加坡。小绿很 OK， 我等一下回带回家。小绿不想上来。哦，好好，那就这样。那来宾先哦，你们先哦。老师，请出。要不要放台风假？通常是由哪个单位发布的？气象局，县市政府，正确。虎爷通常安放在神桌的哪里呢？下面，正确。国军必看的由华视播出的军事节目。酒精浓度在几度以上的酒，冰在冰箱冷冻也不会结冰。40%，正确。具有建造和修补身体功能的是哪一个营养素？B 是吧？维生素。下一题。犹太教的代表符号是什么呢？犹太的符号是什么？万字。万字吗？下一题。台湾哪一个季节最容易受到大陆的沙尘暴影响？超烂，冬天。下一题。台湾第一个订阅破千万的 YouTuber 是谁？东北季风。第一个1000万是九妹。时间在跑。是。这群人。好，这群人。下一题。都错。时间到。太难了吧？想太久。而且他想的时候，他都一直这样。因为他在想，他要讲出答案，还是要直接 pass 这样。然后他听完题目就觉得，这题好烂。啊，我们刚刚有一题其实蛮值得跟大家提醒的哈，酒精浓度在几趴以上的酒放在冰箱的冷冻库不会结冰，因为冰箱冷冻库通常都是在-18度，那你酒精浓度大概30%的时候，它的冰点是在-15度，是，所以30%以下的酒还是会结冰，可是40%的冰点是在-23度，可是你看你冻箱是-18度，对，但是我要到-23度才会解冻，所以40%以上的酒呢，你放在冰箱是不会结冰。40%以上那已经算是烈酒了，冻高粱啊，很多人就喜欢喝冰的高粱，对啊，冻高粱嘛，58度啊，威士忌也是，对，池珍都有在喝是吧？对他少喝一点，小喝啦，少喝算营养了，对不对？像他们刚活血，他们刚刚有一题说，哎，建造跟修补身体功能的，他们说是维生素嘛，哎，可以刚好问一下我们营养师，所以建造跟修补身体功能的是，就是运动的人最要吃的蛋白质，蛋白质，对，因为你运动的时候，其实大家赶快补高蛋白或什么可以长肌肉嘛，哎，他们运动量也很大啊，平常都有在吃蛋白质吗？吃肉啊，对不对？蛋白质。好，犹太教的代表符号不是万字形，万是那个当时的纳粹啊。那其实犹太教呢是大卫星，大卫星就是六芒星。六芒星。对，星星，但是有六个尖尖的六芒星，它是以色列。可不可以不要聊了？我们在解答。因为我们在认真检讨。检讨，你们大概检讨什么？哈，真的要讲吗？对，你们刚刚在讲。我说刚刚应该不要让你上来，我觉得我会答对比较多题，因为你都很肯定的念答案，结果是错的时候，我都相信你，我就直接讲。对啊，搞不好小绿会啊，你有没有不让他上来？有回答，有回答是六芒星的。啊，我刚刚那个沙尘暴是想说东北季风啊。我本来是要讲春季，但是他超肯定要说冬季。哦，冬季。好了，那这个嘞，千万 YouTuber 的。那我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完全不好意思。齐轩是谁？他的节目里面都是在拍一些极限运动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而且我们后来那 YouTube 有那种短影音啊，他是订阅已经第一个破千万，他的短影音总累积量是到达5亿次，所以他是很多。有，而且那个是后来有人才发现说，哇，这个人的为什么观看的还是什么点阅那么多，才去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人他每天都在拍一些。对，而且极限运动也有点像那种跑酷或什么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后空翻。对，他还有跟黄轩啊拍着三星的手机广告，是，对，很厉害，有空可以看一看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呢这边还是要很遗憾的宣布 A 组挑战失败。来，有请 B 组。B 组呢派出来的呢是这个陆威啦。陆威。怎么会派他出来？绝对让队长来。让队长来啦。资深的学姐。队长杯。好。那我们呢 ,B 组只有60秒。获胜的一样可以得到50寸的 4K 液晶显示器。好，加油啦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一样是你先答哦。好。好，老师请出。直篮球队无缘领航员的主场是哪一个体育馆？桃园市立壮的体育馆。正确。篮球球面上的黑线主要功能是什么呢？止滑。正确。篮球投三分球进球时遭打手的话可以罚几球？一球。正确。
美国时代广场位于哪一座城市？纽约。正确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位于东马还是西马？西马。正确。台北捷运规定搭乘手扶梯要靠左还是要靠右？没有规定。正确。在市场常听见的愈合包是哪一种水果？荔枝。正确。米其林美食指南最初是由哪一个国家发行的？法国。下一题。西洋天后 Adele 是哪一国人？英国。英国。正确。代表网络迷因的是哪一个英文单字？正确。夏季大三角是由牛郎织女还有哪个星组成的？天津四。正确。前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属于哪一个政党？ Pass。 下一题。幸福王国不丹位于哪一座山脉的山脚下？ Pass。 下一题。美食鼎泰丰的小笼包规定面皮要几折呢？3折。下一题。阿基米德原理跟哪一个物理现象有关？ Pass。 下一题。我们常听到的法国香颂，香颂指的是什么呢？香颂。 Pass。 下一题。成语目猴而观最早是讽刺哪一位历史人物？不知道。李白。下一题。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是由哪一种石头砌成的？大理石。时间到。他最后有答对，但是时间到了。哦，最后有答对。对，大理石没错，比萨斜塔。是。那中间有一些没有答对的题目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是，刚刚解释一下，因为刚刚那个试想按铃，那慈生先打，所以我就是直接就下一题。下一题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他们是按到铃的人才可以回答。对对对，这也是二打一的时候，感觉像是两个脑袋有优势，但是两个彼此会不小心抢到铃。是。所以这也是他们的劣势。但是他们就只能规定就是一个人回答。对，没有错。来，前美国总统川普呢，目前呢他是在共和党啊。对，他虽然政治立场一直反反复复，他一下子进党，一下子又退党。然后呢，他2012年是第三度加入共和党，但是现在就一直维持党籍到现在。这样，幸福国王不丹呢，他在喜马拉雅山上。然后鼎美食鼎泰丰小笼包，你去的时候，他那个上面只有3折，他就写他上面不是会贴一大片吗？很多折呢，他是想要吃3折的食物，怎么会3折？真的，我自己包东西。还是说这7年来他没有带你去吃过鼎泰丰？对，这鼎泰丰是18折，他们研究出来的，他们觉得这个折数的小笼包呢是会最好吃的，所以他们也叫黄金18折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很遗憾宣布 B 组挑战失败。好，那觉得刚刚陆威表现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刚刚那个题目也真的蛮难的，后面有一点难度。我在想，我知道，我觉得那个站上去那边已经勇气可嘉。他那个什么目猴而冠，项羽，而且这两个人很可怕。他说李白，李白的形象比较容易让人家误会。他说 pass 哎，他有说李白笑死。他有讲李白，他努力在挤一些东西，不要都 pass。对，等一下他最后比萨斜塔大理石，他打对，很棒，厉害，对，来不及。那这边也是啦 ，Amber 也很聪明啊。那对，因为那个 Amber 是。觉得说那两个队友都不要上来，他会答得更好。没有，就多两题而已，多两题而已。他是一个会自我检讨的人。对啦，他虽然看起来凶凶的，但他内心都有自己的小宇宙。但希望今天两队玩得开心，因为比赛录影的时候比赛还在比啊。对啦，是希望我们这一集一定会有一队冠军产生。对，因为季后赛就是我们。不管是哪一队，我们都祝福啦。当然要感谢呢，我们的关主守住我们的10万元大奖，也要谢谢两队热情的参与，还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。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